接着是波特台湾味单元，来看看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有趣的台湾味。欢迎大家到店来学台湾味。今天的意思是腰塞，腰塞的意思是形容一个人真贪吃，嘴塞。咱来看例句，你买这么腰塞，看到物件就想要吃。再来是俗语，讲到吃真看吃，一听到有物件通吃就赶紧装碗去，恐怕吃无，甚至连头发都弄破。